我杨淑宽，综艺新潮客。今本日马上来做客呗。今日嘛做客呢，好按到你。现在年轻人哈，对我们的饮食都非常的讲究。饮食文化。饮食文化哈，在哪里有好吃的啊？哪里有地雷的食物啊？系冇、啊？不止系安尼，客家美食非常有名。冇、错。我们客家的美食就非常有名哈。我们今天每天都敢讲，系讲安尼客家美食，包括所有的美食，台湾的饮食，全台湾的美食小吃嘛，都今天都聚集到我们这边了。难怪今天的摄影棚哈，对，闻起来有一种五味杂陈，什么味道都有，我感觉有点膨胀的感觉，膨胀的感觉。对，因为吃的多就哦，不，吃的多就怎样？没。好，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，欢迎我们的李元智，欢迎你，元智。Hello,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元智。Hello， 欢迎。接下来是多利。嘿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来多利。啊，你在多利的吗？什么？多利车车。啊、多利就是在海底总动员啊。啊，不是那个。该 fish 有滴吗？啊 ，fish 啊，那边该挖到黑干嘛个？啊，他年纪比较大啦，对不对？再来，我们欢迎的是我们的静飞。静飞。大家好，我是静飞。欢迎你。再来是我们的 Diego。大家好，我是 Diego。哦 ，Diego。啊，再来是我们的阿力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力。嗨，阿力，还是一样，我是阿力。好，这两位是来骗通告的了。哦，又是来骗通告的。好，三十多了，讲阿力的客家美食。客家美食系么？讲了之前呢？讲了之前。阿力有先谈过的么？那听我们的咱们元智兄啊，给每年带来买个歌曲。这首歌曲是《掌中印》。掌中印是吧？中印。刚才的就是谈过我们的《掌中印》。了仙，念多情意空
唱爱国曲啊，掌中印。掌中印哈，怎么会选这首歌来唱呢？我觉得这首歌难度很高，难度很高，想挑战一下。主要是这首歌的含义吧，它的背后的意义啊，含义啊，对，跟你本身的故事有什么相关吗？就是它很感人呐、啊，就是情感您呐，很感人，就是跟你准备今天的那个那道的美食也是非常感人的。哇，这个源自带来的第一道的这个美食啊。这一道黑马干呢、嗯？你们先看一看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好像这像卤味吧？卤味是吧？卤味哦，你今天带来卤味是吧？哎、欸，这是我自己研发的咸水鸡哦，你自己研发的，自家做哦。水鸡都出来，哇，冇简单，冇简单。哦，这个盐水鸡看起来冇嘛穷样哦，你看，你看旁边夫妇的有无？加点多料。有葡萄啦吼，你啊，芭乐酸的。那边有芭乐啦，啊，那边有芭乐。前面芭乐。芭，那用的芭个芭芭芭芭。好，加了很多料理，我们请原制的 Gisel 怎么来这个想要制作这个盐水鸡？因为当初其实我也是，我非常喜欢唱歌。是。对，然后当时想说，哎，唱肚子饿了，是不是？我喜欢唱歌，那可是歌唱比赛都在六日。嗯。我想说啊，不然就自己想创业当老板试试看，这样时间我比较自由。对啊，我自己想放假就可以放假，想比赛就比赛，这样想表演就表演，比较弹性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才来做咸水鸡。哇，那你咸水鸡一天卖出可以最高可以的记录，最高的记录，最低的记录是没有卖出。其实咸水鸡有分淡旺季啦，那也有分淡旺季。夏天什么？夏天是我们的旺季。哦，夏天是旺季，因为它很爽口嘛，对不对？它不是油炸的东西，是，对，它算是有点，它很健康啦，有点凉拌的。因为一般的咸水鸡可能就是鸡肉，然后配几个小黄瓜这样子。那我的咸水鸡呢是搭配了青菜跟卤味。搭配青菜跟卤味哦，对，看起来是像卤味的。哎，我一般是加笋片嘛，对不对？笋片少吃啦，那个有漂白。笋片少吃，那个漂白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我们吃的东西啊，我们看我们今天吃的就是健康的，没有加那些滴滴扣扣哎。没错，想吃我们独门的盐水鸡就没按键单哈。现在进行我们的大考验。大考验，在吃哦吃之前呢，哎呦太搞了，扣你娘没哈。考验就是什么？因为我们今天会出个问题。会发问题让你们来回答，问什么问题呢？我老廖阿尼米是有管题，有关系的，没错，有关系的。是的，那你们每个人手上都有气球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们每个人手上啊，就数量都有一只个，给国诶，好，给国诶，给国诶。当然你们知道的话，如果知道答案的话，你就捏破气球，来抢答。好，我们看谁先捏破，我们就是请他来抢答。来，多利有什么疑问？没疑问啊，你们可以 cue 我 okay, 我昨天 cue 你，我们每晚都你会讲吧。你的问题呢，都老师的有关系。